谁是对，谁是错，仍未会看透识破，怕不得欺骗什么，让梦想等到饥饿。谁是你，谁是我，城内晦气渐已不经意超越负荷，能量跌堕，燃起心中烟火，缺失多，在寂寞世代亦曾任性过，从此心海翻波。再翻波，为什你未忘我？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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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谁是对，谁是错？谁乱放暗箭伤我？巴不得高唱爱歌，你会点到我复活。谁是你，谁是我，原谅你有何不可，对不起太啰嗦，不经意揣摩都不可以摸，迷失于孤单天国，心有不甘，是你声音多敏感，你不用问为什，若你肯，请将我抱紧，香氛我依靠，我就似是你那脚印，你我也嫌弃了教训，为谁梦魂亦步亦近，闭眼入神越陷越沉，贪恋过得仍然无憾，想有过痛快幸福感。不知所以造成怨恨，挥一挥手推开责任，心慌意乱，眼泪欲倦，气物欲断，心灰灰，天已暗，只想你开心，我恻隐。请伸伤我心，再不用待目运，若我肯，可将你抱紧，抛开我思想。Hello， 大家好。咁、yeah. 就欢迎大家收睇呢个 TV Channel 嘅今日咧系自由歌唱嘅。Yes， 系啦，有我哋嘅嘉宾 Alice。你好啊，各位。喂，点样介绍你好呢？怎樣介紹你？你是來自宇宙的，來自宇宙的，來自能量的。應該每一個人都來自宇宙的。是啊，其實我都是音樂界的。是啊，不如介紹一下你自己吧。大家好啊，我叫 Alison 妙啦，妙樂啦。咁如果呢，即係有即係鍾意聽歌的朋友，可能會有聽過下我唱下歌的。咁我自己除了是一個即係歌手之外啦，咁我仲係一個即係唱作人啦，同埋我係一個能量學的導師啦。咁我其實咧識咗 Tony 好耐嘅，係啊，好耐，好耐，2006年識到依家，咁即係好開心嘅，因為我其實係一個即係好中意唱歌嘅人，細細個就已經即係。即決定自己要做一個歌手，但係奈何咧，其實咧即係屋企咧就唔係好俾我玩音樂，咁所以咧我就成日都偷偷地玩。小學的時候就已經去靜靜雞參加嗰啲歌唱比賽啊，咁啊即係入嗰啲歌詠班啊，咁啊音樂堂嗰時咧就即係盡學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又唔係好有錢啦，細個嗰時，所以學音樂咧都唯有即係自己即係自學啊咁樣。其實學音樂都係一種都幾燒銀紙嘅嘢。燒㗎，咁但係我諗即係其實坊間或者側邊都有好多嘢可以俾你學音樂嘅，咁我就係屬於即係凡親上親音樂堂有啲咩關於音樂嘅嘢，我都會喺側邊。級嘅一個即係海綿嚟嘅，即係盡可能啦。海綿寶寶，係啊，咁其實我諗
即係我都多謝我爹哋嘅，因為佢話幫我聽，其實生命裡面有好多嘢，其實你唔使一定要問老師或者一定要點樣去學習，其實你觀察都可以學到嘢嘅。咁咪盡量觀咯，即係睇得幾多就睇幾多咯。嗱咁啊，我嗱頭先咧你講過咧，你係能量學嘅導師啊。係啊。咁不如咁啦，我代啲觀眾問一下啦，因為上次自然作落出過咧，之後有啲朋友都問咧，喂，能量學新心靈到底係咩嚟嘅？哦，好啊，咁我簡單講啦，因為可以講得好複雜嘅。你可以複雜簡單化嚇。咁其實咧，我教嘅係原始能量學啦。咁其實咧，坊間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能量學嘅。咁我諗即係 energy is everything 啦，其實所有嘢都係能量。咁我哋學習咧就係話點樣即係除咗我哋其實腦裡面有嘅邏輯思考啊，或者可能你由細到大學嘅一啲思維模式之外，咁有冇辦法可以即係打破一啲思維模式，可能進入嗰、那個即係宇宙嗰個一體裡面去感受萬事萬物同自己之間嘅關聯，然之後從而咧你可以即係行步路啊、諗嘢啊、智慧啊都可以即係切合翻個自然之道咁樣咯。咁我教嘅就係原始能量學，顧名思義咧，即係去翻一個即係 original 嗰個狀態。即是跟潛意識有關的，都有關，但潛意識都是會關乎可能我們、即有些人相信前世有前世記憶，或者是童年的一些記憶、或者原生家庭的影響、會影響你有個潛意識的驅動。那那時可能有時候你會、明明做一些事我不想做的，但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這樣做，其實就是一些潛意識的驅動驅使到你去做一些即你自己沒辦法覺察的一些狀態。如果我們學習到即、其實萬事萬物的 energy 是怎樣，其實我用能量 去判別、其實這個 energy 是不是我想要共振的东西呢，无论对自己或者对外界的关系是不是想这样去连结呢，慢慢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潜意识呢有很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你就去清洗它了。哦，有些是人哋的嘢嚟嘅，即其实咧，人类咧好有趣嘅，我哋是一个集体意识共振，即其实你有嗰啲人性咧，我都有嘅，佢都有嘅，只不过我用唔用啫。你講嘅人性係咩咧？即可能人嘅有貪念啊，有貪即貪嗔痴啊，或者係可能有喜怒哀樂無常，咁當中嘅所有體驗嘅一啲即情緒啊，或者係一啲諗法啊、習性，其實人類都會有嘅。只不過就係話你會唔會下載咗佢落嚟應用，或者你嘅父母會唔會係即共振到你，令到你潛意識會有呢啲驅動程式去驅動你係成為一個咩人咁樣咯？哦 ，OK， 咁嗱，咁呢一個咧就係能量學嘅 introduction 啦。都可以好长，不过我尽量延长。喺咁长嘅教学篇里面咧，我都系觉得咧，我哋今日咁啦，我哋咧就每首歌完咗之后，又讲下啲，你就讲 chapter two 啦。下一首歌之后你就 chapter two， 吓，跟住再下一首歌就 chapter three。咁我哋今日咧就好简单，系咪好复杂、简单化同埋深入浅出？去解释下咩叫新心灵同埋能量学咁样吓。啊、好，咁你揀咩歌唱下？揀咩歌啊？隨便揀啦嚇。聽講即係呢個唔係即係叫咩啊？一邊揀一邊自由咁去唱嘛，係咪？你自由唱啊，咁啊。咁啊，唱下陪著你走啊，好嘛？好，一於咁啊。我都隨便點嘅啫，真係。你哋想聽咩歌，或者好可能可以即係寫下，又或者我哋會識嘅話就會唱。好啊。谁说时间片刻变曾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同。咦，有人同你 say hi 喎 ？Hello， 系啦 ，Hello， 大家好。哎呀 ，CKD 啊 ，C Show 啊 ，Kobe 啊 ，Kobe 啊，系啊，呢一呢个咧歌评人协会啊，真系虎评啊。咁啊，仲有边个咧？仲有犀利喎，歌评人协会。仲有系咩 ？Francis Low 啦，系啦。好似你哋睇到咁多嘅，系啦，系啊，犀利啊。系咯，你都系睇紧嗰样嘢啫，你揭翻上唔知咯。哦耶，系喎系喎系喎，系啊，你好啊 ，Francis。哦，咁啊，我又想问你啦，咁你即系你听到即系关于能量学嘅嘢，咁其实你会即系有啲咩感受咧？到而家你接唔接受到咧？我应该点讲咧？我所认识或者我所系咁以即系听过下咧，就会系涉及宗教多啲嘅，即系一啲类似。有啲朋友講話係一啲密宗嘅嘢嘅，咁啊佢哋係話一種禪修啊，一種自我嘅我唔識講，即係佢以自我嘅世界為空間，然後去將個能量放大咁樣，即係太多唔同嘅人嘅講法。啊，好好啊！我聽到你咁樣講，我自己會聽到多啲，即係比較多感受咧，就係會係一啲冥想啊，一種用念力啊，多啲呢啲咁樣嘅嘢嘅嘅一種嘅活動咧，你叫我叫做一種活動啦，都包括呢啲嘅。不過其實能量學嘅範疇係非常之廣嘅，即係譬如話仲有自然療法啊，一啲即係自我療愈啊，或者係療法係真係自然療法嗰個系列嘅，因為自然療法係一種。非主流醫學的一種另一種學說嚟噶嘛 ？Energy is everything。其實咧， okay. 氣功啊嗰啲都係能量嚟嘅。OK。咁即係自然療法裡面講佢，譬如話身體會有個自我療愈機制咧，嗰啲都係 energy 嚟嘅。咁其實你點樣啟動 energy， 或者點樣個能量可以喺一個最自然嘅狀態，佢可以即係俾到一個真係療愈嘅效果咧？咁呢個真係喺嗰個修練裡面係可以做得到嘅。即係譬如冥想啊，或者你觀察到嗰個潛意識嘅驅動程式點樣令到佢唔再驅動你啊，去翻一個真係好原始、好我哋講緊佛性或者自性嗰個狀態，令到你嘅身體係進入翻個自然裡面。咁佢其實好多嘢，佢但算唔食藥咧，佢都可以自己修復嘅。咁不如咁啊，你又講下而家你呢一個
身心靈，因為普遍都叫身心靈啊嘛。身心靈係後期啲人咧就定義佢係即係 body mind spirit 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以前係冇呢個説法，幾千年都冇呢個説法嘅。咁如果我以作為一個唔識嘅人咧，即係當一個即係我代聽眾問咧，成日都話朋友問咧，成日都跟住嗰個朋友即係自己咯。唔係即係咁樣嘅意思，即係話如果我作為一個唔識嘅人，咁我今日真係敲門啦，喂，各喂，老師，我想嚟學身心靈啊，咁我學咩噶？咁首先要睇下佢有冇咩目的先，或者有冇咩需要先啦。咁睇下佢个需要，我哋收集嘅范围，睇下佢边一样嘢紧急啲，咁咪处理嗰样嘢先咯。咁因为身心灵嘅范畴，即系你听到啦，身体啦，系咪身体？心啦，心理嘅嗰个状况啦，灵咧就响你嘅灵性啊 ，energy 嗰部分啦。咁其实即系当然啦，身体同嗰个心理嘅状况都会影响个能量嘅。咁但系我哋讲灵系偏重于响一个无形世界入边嘅嘢，咁所以佢个范畴非常广。OK， 咁所以都要睇下你想。cover 嗰部分係點樣？但係咧，我哋點樣成日都話身心靈健康咧？其實就係話，當你嘅身體啦、你嘅心理嘅質素、你嘅狀況啦、你嗰個諗嘢嘅嗰個思維啦，同埋你嗰個無形世界，譬如靈性啊、能量嗰方面嘅嗰個連結，當呢三樣嘢都可以結合，同時間係平衡咧，咁其實你嘅身體好健康。OK， 係啦，咁而且佢你會生智慧。你做起事上嚟啊，會爽手好多，你個決定性會高好多，同埋你唔會再花時間喺一啲其實會影響你、拖垮你無謂嘅嘢。咁你嘅生命嘅時間咧咁寶貴啊嘛，咁你就可以好善用咯。哦，哇，即係嗱，嚴格嚟講咧，而家我都唔係好明。咁咧，但係咧，我覺得咧呢首歌會令到我會明啲，佢會 easy 啲嘅嚇。easy on me 咁我哋唱完呢首歌，你再解釋下俾我聽好唔好？好啊，好啊，咁啊，隨便唱，係啦，easy on me， Adele 嘅，送俾大家嚇。There ain't no gold in this river that I've been washing my hands in forever. I've not used gold in these waters, but I can bring myself to swim when I am drowning in this silence, baby.Didn't get the chance to feel the world around me. I had no time to choose what I chose to do. So go easy on me. There ain't no room things to change when we are both so deeply stuck in our ways. You can't deny how hard I have tried. I changed who I was to put you both first, but now I give up. Go easy on me, baby. I was stillchild, didn't get the chance to feel the world around me. Had no time to choose what I chose to do. So go easy on me. Intentions and the highest hope, but I know right now the probably doesn't even show. Go easy on me, baby. I was still a child. I didn't get the chance to feel the world around me. I had no time to choose
what I chose to do. So go easy on me. Wow, 好多人驚啊！係咯。这个世界真的会走神的，去那个宇宙岛。好了，首先呢，我就讲问了你上半 part， 例如我叩门了，那我来想学新心灵了，那你解释了，例如要首先你理解到他的需要啦，跟着你就会看看他是哪个范畴啦，因为你都讲了，例如自然疗法啦，很多不同的都会在这个新心灵里面会产生到，或者 会接触到的一种范畴。咁如果我讲自然疗法系其实一种真系一种医学嚟噶啦，系嘛？嗱，一佢系唔系被即系现在嘅一啲系医疗系统里面承认嘅医学？ Okay. 但系其实咧，响外国，譬如话哈佛大学，佢里面其实有俾嗰啲护士啊或者啲医护人员读，譬如话 quantum energy 啊，即系 quantum touch 啦，就系讲紧系你即系用手去用念力去即系做帮啲病人做一啲治疗嘅，系 work 嘅。因為我又要講一下啲股啦。Okay. 以前跟你夾 band 嗰時候，其實我真係身子弱嘅，又唔見財多。咁嗰時咧，成日都要去睇醫生嘅，即係三個月一次大病咁樣啦。跟住真係頂唔順啦，因為真係食太多西藥，跟住個身體就係越嚟越弱咯。然之後我就即係偶然之下就學咗 energy 啦。咁我就靠 energy 咧，就幫自己整個身體全部排毒，即係由頭到尾去清一轉。咁我記得有一次我個肚臍附近其實有三粒乒乓波咁大嘅肿瘤，一摸落去就已经即系揿落去痛，乒乓波咁大啊，系啊，好恐怖啊，好恐怖咧。咁我冇同你讲啊，嗰时你都唔知啊。咁你理论上你唔会俾个肚脐我睇嘅，梗系唔会啦，系咪先？即系几靓都唔会俾你睇，系咪先？我都话我笑底嘅，我见你笑得咁开心，好开心啊。咁跟住我咧就有即系就學了 energy 咁唔好嘥嘛，咁跟住我就即係自己膽粗粗試啦，咁跟住就係做咗即係乜嘢都唔做，三日三夜，由朝到黑就淨係打坐，幫自己做 healing， 即係幫自己做治療。嗰三個乒乓波咁大嘅腫瘤係冇咗嘅。到依家依然是非常之健康的。OK， 你拿出嚟睇下，唔系讲笑啫。即系系咯，嗱，咁你睇到睇到啦。哦，即系其实即系如果咁样讲，即系话涉及嘅嘅技術，即係同有啲例如即係氣功啊，或者一啲例如嗰啲咩係咪瑜伽嗰啲冥想啊，嗰啲都係同即係都係差唔多有嗰種同異曲同工之妙嗰啲係咪？其實因為我頭先都開始講咗 energy is everything， 其實你用咩法門點樣去玩佢， okay. 其實可能你都係玩緊 energy， 只不過係你了唔了解究竟你係佔據佢邊一個部分。咁我哋即係譬如話我教原始能量學咧，其實我就係要 learn 咩咧？其實所有有形冇形世界嘅嘢，你都要去學。好啦，嗱，而家咁樣第二 part 講咗啦，咁我又開少少頭啦。例如嗱，而家真係我扣咗門啦，咁你都收咗我做學生啦。係。咁我開始第一課應該要做啲咩咧？第一課啊，第一件事我哋講觀啦。講觀。觀係啊。觀係咩？即係你要觀察下自己平時其實你點樣諗嘢嘅？你嗰啲面部表情係點啦？你嘅身體做嘅一啲即係動作啊，或者你平時嘅一啲即係表現啊、態度啊各樣嗰啲。嘅狀態係唔係其實你想要表達嘅？咁你要即係首先要我哋成日都話開著個 CCTV 啦，即係你自己會有一個監察系統望住自己，咁就睇下你其實由朝到黑由瞓醒你有覺知開始，你留意一下其實你響一個咩狀態咯。咁其實咧好多人都會走咗神嘅，即係咧佢會係諗翻轉頭。佢未必係真係當下觀到嘅，咁就唔算數喎。即係你一定要係練習，譬如話我喺呢一刻中，我感受到我嘅呼吸，我觀察住我呼吸緊，我真係覺知到我呼吸緊，然之後你又覺知到自己嘅所有行為心態，咁就逐步去練。咁所以如果最基本嘅話，就係由觀察自己呼吸開始，到觀察自己念頭、行為、心態，跟住到觀察你同外界嘅關係，咁就一步一步咁去學咯。哦，即係第一堂就會係首先會理解一下自己先。咁即係話嗰段嗰個課堂裏面咧，都會係比較可能導師會俾一個空間你
令到你自己去開始認識自己先，係咪咁啊？或者我哋嘅簡單啲，翻翻去當下先，因為認識自己條路好漫長嘅， okay. 即係我哋先翻翻咗去當下。所以點解要觀呼吸？因為好得意嘅，當你觀呼吸嘅時候咧，你會發現你翻翻嚟去當下啦，你已經陪伴你嘅身體一齊喺個當下度。咁同嗰啲氣功，例如咩氣即係氣吞天下、打拳嗰啲，即係內功啊，咩氣隨心身走啊，咩？是不是好像类似这样，我就去将个气怎样走到去哪个位置，哦，现在我走到头了，我走到脚了，是不是这个是你再之后，譬如说你已经，即观到这么上下了，okay. 其实呢你发觉 你可以用你的念去，即感受到那些 energy 了，那你再去感受全身的 energy， 去观它的 energy 在哪里，那这个是其中我们会学的东西，去感受一下身体里面的能量它怎样走，okay. 即观察有外面，即观察也有里面的观察的嘛。咁呢個你頭先講嘅就屬於裏邊嘅觀察嘅部分。OK， 嗱咁啦，嗱呢一 part 我又嗱講又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又揾首歌唱啦。係。咁一陣間咧，我就會同你測試一下我曾經喺你身上測試過嘅嘢。係。係啦。係咩嚟㗎？唔係係你測試我，唔係我測試，即係我試過，你俾我試過。咁我一陣間我再講翻出嚟係咩？好啊好啊好啊。咁唱首歌先嚇。而家成日都要戴口罩，咁呢只歌好啱嘅應該。呼吸有害，系我把声今日干干地啊，就系真系唔紧要啦。大家都我谂听歌咧，系就系嗰度当下嗰刻钟。而家呢刻钟，我就唱俾大家听呢一首《呼吸有害》。系啊，而家真系出街咧，呼吸真系有害嘅。其实辛苦啊，因为你一路戴住个口罩咧，系啦，最好即系入到嚟呢度唔使戴，真系好好。缺氧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无常。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抑郁吸入来，宁愿废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在事事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只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让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寻寻那死气，心满氧化浪漫。沉迷在这内人寻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抑郁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不怕你，怕呼吸有害。
呼吸有害。系啊，阿周医生话咧，冥想要有恒心，每日咧就最好要多做，要都要做，系真嘅。我唔止添啊，我仲有幻想添。我幻想每日咧都可以好开心咧，玩我嘅音乐咯。系咯，唔使幻想，你呢个要系乐念咯。其实呢个乐念系好好嘅，呢个系 good energy。其实好彩咧，我都系属于一个乐天人嚟嘅。咁我即系就算面对困难咧，我都有阵时都会系一笑置之咁样。呢样嘢我都好感恩，即系我妈咪生咗个都叫做开朗嘅性格俾我。哦，系啊，呢个都系令到你即系可以有好多朋友啦，同埋即系令到我好中意同你做朋友啦。多谢。系啊，即系Tony爸爸嘅我叫，其实Tony系即系睇住我大嘅，由入行到依家真系即系。其实。又不是看著你大，其實我們一起大。看著你入行，我又剛剛入行。是嗎？是啊，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是嗎？即是我都不是早你很多入行的。是啊，我比你比你作大了。不是，我不是說年紀，我不會認我自己小的，只不過說我入行比較遲而已。我入這個流行音樂界比較遲。咦？我也是喎 ，Give me five， 唔係有鬼，你而家望嗰邊，以為有人嚟添。啲鬼都係 energy 嚟嘅，唔使擔心。即係其實驚啦，我個宗教係好強勁嘅。喂，我講個 story 俾你聽，即係你記唔記得個醫生咧？即係我有個好朋友醫生咧，你咪即係見過佢噶嘛？咁樣，佢嚟過香港噶嘛？佢咧即係經歷過嘅，即係見鬼，成家人都見鬼嘅。跟住咧，佢咧就望住嗰個 energy 啦，佢就覺得。菩萨嚟噶，咁佢见到嘅系菩萨，人哋见到系鬼咯。所以其实你系一个咩人，你见到嘅嘢就系点嘅，即系呢个系其中 energy。头先咧，我喺呢首歌之前咧，我就讲过话你曾经测试过我，咁你记唔记得咧？以前咧，你话你啱啱学能量嗰阵时咧，你俾我感受啲能量嘅，记唔记得？系你摆只手喺我身度咧，我会有啲力嘅。有啲類，我唔知係乜嘢啦。總之，我係感受到一啲嘢嘅。嗰陣時你係試過俾我睇嘅。咁我亦都覺得，咦，好似真係有啲料到嘅，真係係真係好似有啲，即係佢凌空喺我身度啦。但我感覺佢係推緊我嘅。係啊。啊，係啦。咁呢樣嘢係。喂，痕痕地個背脊，係有嘅。啊，咁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我解釋唔到啦。咁我自己又冇話去理解啦。咁我就覺得話，哇，好犀利喎！即係同我成日睇，即係我以前即係男仔好中意睇嗰啲漫畫咧，唔係。如果我大家同年紀嘅，以前應該係睇《龍虎門》啊，《中華英雄》啊，啲咩內力啊，又記得咩金鐘罩第幾重天啊，咩九陽神功第幾重啊，咁犀利係啦，即係類似呢啲，即係講緊內功好犀利，哇！一個內功，例如睇金融小説。射雕英雄傳啊，話咩張無忌，哇點樣哇嗰啲犀利咁樣，嗰啲內力哇震散咗幾多嘢咁樣，乾坤大挪移咁樣，真係好犀利咁樣。你個幻想力真係好豐富，係啊！但係其實人人都得嘅，你知唔知啊 ？OK， 咁嗱頭先第一堂啦，咁第一堂你就話觀啦，即係話去首先去梳理下自己到底係。第一步，觀下自己呼吸，到底係同自己身體同步先，即係個 tempo 啊 ，pacing 要同步。當我而家好急啦，我即係而家你知啦，香港人咧都係唔知點解咧，硬要促成三個月學成外語。記唔記得呢個廣告啊？記得。三個月學成外語，零夾風。我相信大家買完翻嚟都唔會聽足曬。我有啲朋友買過，佢話聽過兩餅就冇再聽。嗱，咁如果我而家好心急啦，我想快啲學第二堂啦。咁第二堂我會又接觸啲乜嘢咧？即係第二個階段咁樣。哦，其實咧，你頭先嗰樣嘢已經係可能一二三四堂嘅嘢。Okay. 因為咧，淨係講觀，你真係觀一世嘅。Okay. 你真係可以觀一世。咁我諗當你真係你覺知到你自己真係喺個當下度啦，你觀到你自己係即係同你自己個身體同步啦，同埋你會知道其實我唔知道你大家有冇經驗，有啲人咧係會可能真係有二十分鐘發呆，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佢唔覺知自己發生咩事。咁你嗰啲叫咩失魂啊？我哋叫唔在咯。OK， 唔在。即系嗰个 being 唔在啊！你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可能真空咗啲时间咁。咁如果你都觉知到嗰啲时间，你可以即系manage 到我哋叫做管到自己嘅念头，令到自己嘅念头常常翻去临在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开始去 feel 下啲 energy 啦。嗯。
因為你其實能量咧，你有陣時好輕易，你係個腦咧胡思亂想咧產生嘅，定係其實佢本身係個自然嘅 energy 嘅嗰個 flow 咧，咁你一定要區分得到。係呢、okay. 這個部分就係我哋要去學習拿捏嗰個地方，就係、是、分辨究竟邊個部分係你個頭腦產生嘅，邊個部分其實係你個自然本身有嘅。咁、okay. 呢個就係我哋要去感受去分辨嘅嘢。即係呢一個就係會係差唔多去到第二部分啦，係咪啫？即係你第一部分就係觀啦，觀完差唔多之後就進入呢一個我哋叫做頭先你講啦，即係再分類啦，細分啦開始。其實咧有啲學生佢係同步學緊兩樣嘢嘅，因為佢係一啲係基礎嘅， okay. 一啲咧就係感受嘅，即係佢鍛鍊你嘅眼耳鼻舌身意識喺一個同步性嘅狀態，同埋唔被佢所干擾，即係有啲潛意識嘅驅動其實唔係真嘅，咁你要區分得到。咁呢啲嘢係一個即係漫長嘅練習，但係我哋要即係不斷喺每一日都喺度 practice 咁。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成個 energy class 咧係49堂嘅，有5個唔同嘅 level。Okay.你完成了49堂，你是会知道多了其实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它那个互为的那个作用，同埋你会知道你自己 manage 到你的觉知，即观到其实我哋叫做可以自己处理得到你自己里面的状况。咁跟住我哋就再譬如话你想要去一个 mastership 的状态，我哋叫做一个即大师的状态，你就要进入一个不被这个人类的概念所影響你的嗰個狀態，咁嗰個係另外一個部分，所以我唔知道你講所謂嘅兩個部分係點啦。其實我都係以一個初學者嘅心態，就係、是、因為香港人好中意量化嘅，所有嘢都要量化。係係係。例如 lesson one、lesson two， 例如 chapter one 有A B C D four，chapter two 有C D E F G four 咁樣，即係香港人好中意量化噶嘛，所以頭先我就係以一個唔識嘅。人去問咁樣。嗱，簡單啦，簡單，大家可以測試一下。咁其中一個課堂裡面嘅就係睇你個善念，即係當你有一個好嘅念頭嘅時候，而你所說話，即係你講嘅嘢同埋你嘅行為可以配合到嘅時候，你試一個禮拜，你睇下你有咩狀況。不如咁啦，你再仔細少少嗱，咁如果睇緊我哋嘅觀眾啦，咁可以喺屋企可唔可以？好簡單地，好似學你話齋去試到點樣試到咧，係啦。係啊，我嗱頭先我講緊啦，即係觀啦。咁首先我當你咩都唔識咧，咁你都可以試樣嘢嘅。我哋講緊係試頭先我所講嘅，你用你嘅念頭，因為一個人諗好嘅嘢，同一個人你經常性諗負面嘅嘢，你就會睇下你練習一個禮拜，你就睇下究竟你會有啲咩狀況產生，你就要觀察你自己嘅情況。咁你以後你就會識揀點解嗰啲情況底下，我會有咁多好嘢嚟，或者我要咁順，或者有啲情況底下點解我頭頭碰著黑，或者好似我開口及著你，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你嘅念頭點樣樣驅動緊影響你嘅生命。咁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喺觀嘅學習底下，我哋就要學習應用念頭，即係。你所講的第二 part 啦，即係當我有不同的念頭發放的時候，究竟我會產生什麼狀態呢？所以其中我們有一個課堂咧，就係會有一個能量層級表啊，即係睇下你咩 energy， 你有咩諗法，你有咩情緒，其實你會處於一個咩狀態，咁就要不斷觀察你呢個對比咯。咦，咁都好簡單喎！簡單㗎，即係簡單嚟講啦，高頻嘅能量或者所謂嘅正能量啦，個門檻咧其實咧就係勇氣。Okay. 所以你先要有勇氣咧，打後嘅嘢先至有得慢慢提升嘅。咁但係人咧好多時候，譬如話好容易會，尤其是而家猛整啦，有怨氣啦，或者妒忌啦，或者好容易會沮喪啦。咁呢啲咧就長期維持住低頻咧，你就會好容易胡思亂想，或者帶咗你進入嗰、那個即係混亂嘅狀態，或者係你甚至乎有啲人想自殺啊嗰啲狀態。咁其實係源於你嘅念頭開始嘅。咁所以點解我話觀係第一步，我要觀察到自己同。第二樣嘢就係，當你學識咗即係有一個習慣性嘅觀察之後咧，你就要開始留意你嘅念頭點樣影響你嘅生命咯。呢個就係第二部分嗰個部分啦。OK， 嗱，即係其實聽落就好似好簡單。咁如果大家咧可以喺屋企試下咧，我會覺得就係例如你可能呢排即係大家都會有啲沮喪噶啦，即係疫情突然間嗰個限聚令又再收緊啊咁樣。不如咁啦，我而家覺得咧就係、是。嗱，睇我哋channel 嘅朋友都好中意聽歌啊！咁如果你呢個禮拜嘗試下每一日，我自己揾三首歌，好開心嘅歌去聽。聽完之後，你會唔會嘗試下你可以將嗰啲唔開心嘅嘢，我忘記咗啦今日，咁可以嘗試下
用如果用歌歌聽歌呢個媒體，可唔可以？可以達到呢個頭先嗰個練習咧？可以嘅，最好就係聽我哋即係阿 Tony 玩432Hz 嘅音樂啦，因為個頻率係比較高頻啲，亦都容易進入狀態嘅。咁、如果一般嘅歌曲咧，其實 classical music 或者係一啲冥想嘅歌曲咧，會比較容易帶你進入嗰個覺知狀態。咁但係其實冇嘅，即係我會咁講嘅。我但算啊，我當你真係連歌都冇，你一瞓醒第一件事，你就要去感受你自己嘅身體，你呼吸，你好感恩啊！我今日。我依然可以呼吸，我依然有心跳，我的身体呢很努力地去运作，我很感恩他，我很多谢他，我很爱我自己。如果你一开始睡醒，你已经是用这个念头开始 ,OK, 那跟着你伸下懒腰啊，拉下筋啊，这样呢即去协助自己可以伸展下回来醒醒了，那然后你才去刷牙洗面，其实你那天的 energy 就会开始很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所以呢真係愛係好簡單嘅，係啊，係啦，所以咧，你哋每一日都要愛自己，知唔知道嚇？係啊，無論而家我哋順境逆境都好，我哋真係要愛自己。咁啊，送呢首歌俾大家聽啦。愛很簡單，送俾大家。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e， 说你也爱我，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 babe 失去你，不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I love you、Yes I do， 一直在这里 babe， 一直在爱你、I love you、Yes I do， 永远都不放弃只爱你的权利，如果你还有一些困惑、No 听贴着我的心倾听，听我说着爱你 Yes I do。一直在这里 babe， 一直在你
着爱你的权利。好，爱很简单啊，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啊开始讲咗啦，嗱，可以有一个好个方法，就系话大家喺屋企去试咁样啦，咁即系话我哋可以揾一样，头先你讲啦，每日起身，我可以感受到我心跳，我感受到我生命，或者感到我血液流动，咁可以好感恩或者咁其实咧，某个程度上喺我自己嘅宗教嘅每一日嘅生活都係感恩嘅，因為點解我哋都係我哋嘅耶穌啦，咁我哋就會每日都好感恩啊，佢賜好多嘢俾我哋啊，幫我哋渡過多困難啊咁樣。咁其實我就覺得就係每個人，你哋喺屋企，即係例如而家有陣時可能要成日都要留喺屋企啦。咁如果大家係嘗試下去做一啲，即係頭先你講啦，個正能量啊，即係咪叫能量啦？即係諗多啲好啲嘅嘢。即係嗱，當然。大家尤其是香港的住屋環境都是偏小的，即無論即除非你很有錢，如果不是正常來說都是偏小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就是如果大家一起在家的話，多點去嘗試下欣賞對方或者家人的一種優點幽默，這樣去嘗試下找發掘他們的東西，我覺得這樣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呢就會在這段期間裡面就會很容易去度過。是的，其實呢這個世界不會有一個完美的人，所有人都有缺點的，其實在缺點裡面，即是我在學美術指導裡面學了一件事，很棒的，他說呢其實人呢是即是我們最難呢，即是就是整到個 set 呢可以是好像即是很有生活痕跡啊，很舊啊，但是呢即又很自然啊，其實呢是要即是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這個美術。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啊，其實缺點呢或者是可能一個人的生命裡面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啊，或者是自己有情緒啊，或者有負面呢，其實就好像一些生活的痕跡。其實呢我們即懂得去欣賞這些生活的痕跡呢，你會發覺呢在它背後其實有禮物的。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一面倒成日都說正面啊，或者是啊，即是你不要這麼負面，其實我們互相排斥呢都不是最高頻的 energy 來的，即真正的高頻能量是你可以包容到其實這個世界是有正有負，有陰有陽，咁我哋先至能夠可以維持到一個我哋所講嘅正念啦，一指金心嘅狀態，同埋一個高頻嘅狀態。因為正念唔等於正能量，其實兩樣嘢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位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喂，有人課金喎，多謝你。多謝。Ricky Lee， 多謝，多謝。係啦，咁同埋啊，同埋講緊你頭先話屋企咧，就香港嘅生活真係好狹窄。我記得以前我住過劏房嘅，大家都唔知道可能。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係住劏房咁講。真係㗎，所以咧，我好明白咧嗰種擠迫法，即係好好唔容易嘅。咁我就即係阿 Q 精神啦，你可以當我。但係其實 work 嘅係咧，其實生命我哋除咗即係有一個即係蝸居咧包住我哋之外咧，其實你用心去感受一下，即係我哋嘗試合埋雙眼，用心去即係感受一下，喺個蝸居以外，其實有天有地有宇宙。其實你的世界就不只是在間屋裡面那麼小，很神奇的是你會在間屋裡面會感覺到那種心曠神怡的狀態，這個就是那個 energy 可以帶給你，即是用一個無形的 energy 去令到你可以擴闊了你一個胸襟。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我們最需要自由的嘛，自由需要空間，其實最廣闊的空間是什麼？胸襟。當你的胸襟夠闊的時候，其實你就發覺你的自由就會很容易感受到。咁係當你我都發覺嘅，當你係比較多包容人咧，你會發覺你身邊嘅人咧就會即係easy啲嘅。係啊，自己都easy啲啊。因為如果你自己扳得好緊咧，其實附近嘅人都唔好受。是啊，同埋我都想人哋包容我。Okay. 我成日犯錯嘅，真係唔係講笑。我係一個經常性犯錯嘅人，因為我即係叫做有形世界裏面我係 handicap 嘅， okay. 即係個人咧係冇我即係個無形世界裏面咁豐富嘅。即係所以我靈感啊、幻想啊嗰啲叻啲啊，創作啊叻啲。但係咧，當要去到即係有文字嘅嘢啊，要計數嘅嘢咧，就成日咧就爭啲嘅。咁但係我由唔中意自己到包容自己，當然有一個過程嘅。但係咧即係你都容許自己會有唔中意。自己的時候，但是如果當你可以包容自己，原來我有一個進程，我有一個學習進程的，
即係我慢慢要學習點樣愛自己嘛。咁由唔中意自己去到慢慢接受自己有唔中意嘅時候，但係你又可以包容到佢嘅時候，好奇怪嘅，你會慢慢愛自己。Okay. 你唔排斥，你就會慢慢進入你想要嗰個境。嗱、啊，咁而家套翻一句咧，就係、是、以前有一套戲咧，梁家輝就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咁樣，好鬼死！所以你唔做 KOL 嘥曬，真係你真係一個 KOL， 真係好好戲，你可以演埋戲嘅其實。O、okay, K， 其實我係一個演員。係咯 ，ViuTV 啊、TVB 啊，或者係即係各大嘅電影商可以揾下 Tony。係啦，係咪你老唔老嘅呢個部分？我覺得哇，我呢啲我真係老埋啊嘛，老啦。你可以同谷德超做兄弟。你好喎、啊，係咯，但係佢而家好瘦啊，係咩？佢我因為前我好似話佢以前前排啊，即係可能有啲病啊，唔知點啊咁樣就減，哇！而家減到好瘦，好犀利。咁兄弟冇乜所謂嘅，肥瘦都可以做兄弟噶嘛。但係真係可以諗一諗佢啊，真係有啲似，係、咯。好嗱，咁我哋又唱翻首歌啦，好嘛？好啊，咁啊，頭先一開場就唱一隻郭來卿嘅自己作品啦，咁依家又送另外一首自己作品俾大家啦，《一萬個未來》。呢首歌好舒服。係啊，好多謝Ronald Moore 幫我做編曲，咁啊曲詞就自己寫嘅，希望大家中意。OK， 有一點口渴，喝了杯清水，淡淡的味道，有一點苦悶悶的。生活为何总是这样平淡无味？我好像小鸟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淡淡的海水，深深的难以明白，充满着好奇，很想往外去。哦，冲动来得很快，要赶快尝试新鲜味道，去探究一万个我不懂的未来。哦，不知道我的未来会不会有很多无奈，不知道我能否打开一个埋藏了很久的心窗。风轻吹动我心扉，打开了花再看不见，笑一笑雪飘花谢，远远去心冷了，又明白了梦醒来了，风花雪月人生几何。不知道我的未来会不会有很多无奈，不知道我能否打开一个埋藏了很久的心窗。风轻吹动我心扉，打开了花再看我再笑一笑，雪飘花谢，人远去心冷了，越明白了梦醒来了，风花雪月人生几何。这淡淡的海水，深深的难以明白，充满着好奇，很想往外去。我有一点害怕，可是还想一直走下去，
却弹奏一万个我不懂的未来、哦、天下起雨了，笼罩了我的念想，而种子酸酸的心里有点难受，生活就是难免有不同的滋味，让我再慢慢的品尝一杯清水的幸福、哦哦、一万个未来呀，好舒服。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呢，你擺杯咖啡喺一張喺個露台度，如果有少少太陽光射埋嚟，咁啊聽住呢首歌，飲住杯咖啡，哇！哦，你真係講曬我嗰個幻想，舒服。我真係諗住我自己睇住日落去唱。係啊，咁我想問下你啦 ，Tony，其實咧點解你會搞呢個天台音樂茶座咧？哇！即係講起嚟一匹布咁長。咁啊即係話説啦，即係今個月嘅前後呢幾日啦，咁啊喺一年前，咁啊。我就跟大家所認識的 Vicky 啦，我們的吉祥物啦，咁咧就有一日我們就做一個網上的event 嘅錄影啦，喺人哋嘅錄影廠度做啦。咁做完之後，咁我哋完咗，我哋就喺嗰，因為嗰間錄音室對面咧就有一間 corner 一間Western Wall bar 咁樣嘅，即係 bar and restaurant 咁樣嚇。係咯。咁就咁我哋喺度飲嘢，咁啊突然間有咩？喂，點算啊 ？lock down 咗咁耐，好悶啊！有咩搞啊？咁樣，咁我就咁話。咁而家好多人都會開個YouTube 開個 account， 跟住就唱下歌咁樣，或者搞笑片咁，即係唔知點樣好，即係各有各法咁啦，係嘛？咁我就話喂，不如就嚟啦，咁啊試下啦，咁樣咁就係膽粗粗，咁就真點解會天台音樂茶座咧？因為我住嗰度真係有個天台啊嘛，我自己屋企，我住係三樓連天台，即係嗰啲村屋嗰啲，咁所以我就會。有个天台，咁啊谂住试下啦，咁啊呢个名仲要系阿 Vicky 阿吉祥物谂嘅吓，咁啊试咗一次之后，哇乸嘢啊真系，点解乸嘢咧？一系冻死，一系热死，冇瓦遮头真系，冇瓦遮头，所以试咗一次之后就唔制。嗰啲茶座都有个帐篷。咁我哋嗰啲茶座比较兜踎啲，你真系露天露天系啦，就系咁样嘅原因就成立咗呢个channel， 即系天台音乐茶座，咁最后而家改咗做 TV channel 咁样。好啊，咁我第二个问题问你啦，点解你咁迟先请我咧？点解啊？我等咗几耐啊？你知唔知啊？点？我谂紧啊，其实咧啲咩万里长城长又长，即系上水居民居水上啊。系咁，其实就唔系话睇你点答。我可以好简单讲嘅啫。嗱，因为咧我一路嚟咧，咁我你睇住佢认真嘅样啊？我好认真噶，我一路同阿 Vicky 咁样就跌跌碰碰啊，咁啊好多大家如果有睇开我哋就知啦。我哋个台最叻系咩？就系咧气，成日有事。我觉得嚟咗呢度都零舍咧气嘅，所有事都会发生嘅，每一集都有事情发生，我都唔知道到而家今时今日今集都有事发生嘅。放心，人系咁嘅，正常。咁我就以前咧就以前好啲嘅，因为之前咧我系录播嘅，系录播嘅，所以咧嗰啲问题我只要。不睡覺第二天就可以出街的了、通宵搞定它，那些聲音不好、我立刻在個電腦上立刻 tune mixing 樣，所以如果大家有看 我 天台音樂茶座頭個十零二十集的時候呢，聲音會好一點，高成本製作嘛，即是高性命製作，用性命去做的，經常不睡覺，一做就做到天光，很辛苦的、為什麼不請咁遲先請咧，咁又再加上我哋又開始有一個project 啦，咁我就覺得就係話project 嚟咗啦，咁我哋不如就做個 project 啦，串聯啦，咁樣即係我去你個平台，你去我平台，咁大家多啲去將我哋其實你做嘅嘢都係一種好正向嘅嘢，我所以點解我會今日會特登會有特登，我平時禮拜五冇嘅，我特登搞今日就話我想。將你的正面的東西介紹給我們的
觀眾睇啊嘛。多謝你啊！咁你中唔中意我啊？啊，我唱歌，我中意你啊！真係，即係你突然間咁樣問我，真係。我好中意行一間，我驚突然間佢行咗入嚟，咁我揦嘢。唔會啊！唔係咁，我同你不嬲，即係我哋雖然唔係話成日見，係，但係我哋。只要一個電話就好多嘢就可以，好連結咯，意會到噶啦，係咯，好得意啊！呢個咪就係其實喺靈性嗰方面啊，好 spiritual 咁去連結到。唔係呢個我就想話聽喺無形世界裏面就係有呢一種咁樣嘅魔力咯，係啦。OK， 咁啊，既然係咁啦，即係我哋即係。剛才聽了這麼多，你有沒有什麼關於能量學的東西又想知道呢？或者其實 你剛才不是說什麼你聽了一些關於能量學的東西的，那 你其實聽了這麼多 你消不消化得來的？其實呢，因為我自己呢就對其即因為可能因為我自己的宗教問題，我就不想去涉及一些有其他宗教的東西，所以 我開頭即 你後來解釋回我就開始，即係記得有一次你跟我講話，我哋呢個係唔屬於宗教嘅，係啊，係包含一切嘅嘢。我諗哲理啦，屬於一啲係，即係哲學嘅嘢啦，係啦，係啦。咁我就會開始，哦，我就覺得係能量嘅嘢，每個人都有嘅喎。即係有陣時可能我今日好開心嘅話，哇，我行路都彈下彈下嘅喎。咁如果我嗰日好唔開心，我行路好似覺得好重咁喎，只腳會㗎。咁即係我覺得就係呢啲嘢係，我覺得係。與生俱來又好，或者我哋每個人可以去尋求一啲內在嘅嘢，因為我哋人越大咧，就有個問題咧，就越唔識自己嘅，越揾唔到自己到底點解我仲喺呢個世界活咗咁耐啦？係點我做緊咩咧？成日都會問啊 ，why？是的，这个是真的，但其实你一早知道的，只不过你是受污染了，或者是你即是个习性重了，你慢慢忘记了你最真实的自己，最原本的自己是怎样。但其实呢，我即趁现在疫情，我知道即很多音乐人都很困难，即很明白的。咁亦都知道，其實喺呢個時間咧，真係哇，共度時間，原又共度時間，真係唔係容易嘅，大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係咪啊？咁所以即係我都好想同大家打打氣嘅，因為即係我都好知道嘅，即係冇辦法，窮則變就變則通啦。咁你只能夠就係話響即係呢個暫時呢一個狀況去諗辦法去求變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其實咧，即係好似易經所講啦，即係疲極係會太耐嘅，啲嘢去到極。好極致嘅時候，其實就會變噶啦，即係極差之後就會變好咯。咁所以大家唔使灰心咯。咁同埋我都好明白，其實即係而家即係講到尾啦，咁又冇公開啦，係咪先？即係好多時候都 cut 曬啦。咁其實個天有時天唔會想要你有絕路嘅，即係天其實嗰個所有嘅事情發生咧，佢都係想俾你有一個好大嘅學習。咁如果你學到裡面能夠強化到自己嘅時候咧，你提升咗升咗咧咧，咁你有足夠嘅強壯咧，後面佢嚟緊嗰啲即係俾你嘅一啲好嘢咧，你先至食得起噶嘛。OK。係啊，所以其實唔好怕逆境，即係或者喺個疫情裡面要受苦啊，因為你越即係頂得順啦，所謂嘅，你越捱得到咧，其實咧後面嗰啲機會咧你就攞得到。Okay. 所以機會從來都是留給有信念的人的嘛，是最近很流行這句說話啦，所以我們要堅持我們的信念咯，大家加油啊各位。好，講完之後突然間好像充滿力量一樣。音樂人要支持音樂人的，真的是啊，我們真大家都互相去幫，即如果有時聽到一些朋友怎樣大家可即伸出門手啦，可以幫到就幫啦。係啊，咁平時咧，即係冇乜機會同大家即係好直接咁溝通啦。咁我知道可能即係而家即係旁邊即係觀眾啦、家庭觀眾啦，都有一啲可能係我哋自己嘅朋友啊，或者係行家。我個電話如果你有咧，你隨時有咩需要你打俾我，即係睇下我可以點樣去即係協助你去梳理你嘅諗法啊，或者睇下點樣可以幫到你。但算即係呻啊、訴苦啊，我都好願意去聆聽嘅。咁希望我啲正能量可以，或者我啲即係啲 energy 可以共振到大家，令大家可以咧，即係好順利咁去度過呢個艱難嘅時期啦。好，咁我哋再唱翻首歌啦。好啊。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
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都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着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就当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所伤就散。 Thank you。 一首 JC 的歌曲，是吗？雪山就山，雪山就山。好，你有没有失过恋啊？失的，我想人多多少少都会失下的。那你有没有失过业啊？我都试过的。咁你有冇失过金啊？失金即系失钱啊，唔系失金。O、okay、K， 即系唔见钱咯。见钱哦，咁啊，经常啦，经常见钱。我就真系冇乜还财命嘅，即系人买股票，我买股票，我坐艇坐到而家啫。O K， 咁其实咧，即系当你有咁多失去嘅时候，你有咩得着咧？嗱，我就咁嘅，我就对嗱，应该咁讲，我对钱呢个概念咧。又不是去到很誇張的、嗯、即是當然有咯，沒有也是這樣過的，即我又不會很刻意去追求一些 很 高利潤或者高回報，或者要賺很多錢或者怎樣怎樣、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我會去努力去做，但是你說我會不會去想盡辦法、好的方法、不好的方法都試，我又不會。嗯，剛才我的問題是，當你失去了這麼多東西的時候，其實你有什麼得著嗎？我得著就是我平常心咯，我自己就是。嗯，很好啊。其實呢，就真的，即是你的宗教真的幫到你。那是。是啊，真的。真的很感恩我有基督教這個，即令到我自己很多東西都可以放低了。因為在我這幾年的教學裡面，我發現呢，即我們很
好經常性，即係失去一啲嘢，咁樣唔開心啦，係咪先？即係失咩都好啦。咁但係咧，好得意嘅係，我哋冇留意，當我哋失去啲嘢嘅時候，其實正正就係我哋得到一啲嘢嘅時候。Okay. 而係你會唔會去睇到嗰個角度，同埋攞到嗰個背後嘅禮物？咁所以咧，即係我趁你嘅節目啦，咁亦都應該係有好多即係我哋業界嘅朋友啊，或者一啲行家啊，或者係真係我哋好多海外嘅朋友嘅。係啦，咁佢哋即係可能真係可以聽到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喺你即係現在疫情當中或者在逆境當中，可能你會失去了很多東西，但是其實呢你都把握住去觀察一下，即望一望你當中其實有的得著是什麼東西。因為呢我回想回啊，其實我生命裡面很多時候我都在我即失去東西的時候呢是有最大的學習和反彈。OK， 即如果把握到那個時機呢，你後面 的格局就會不一樣。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可以試下在這個失去的過程裡面可以攞回你得到的禮物。嗯，好嗎？好，那我在這裡我都多謝阿倫先啦，多謝你啊，多謝你經常都支持我們，多謝曬。好，多謝阿倫啊，多謝。咁可能有啲朋友呢就因為我哋呢個 channel 呢就好多海外嘅朋友嘅，咁佢哋呢真係好即係好感恩，即係有佢哋支持，即係佢哋真係朝頭早五六點起身嘅，即係美加嗰啲呢五六點起身睇我哋，即係呢樣嘢真係好衷心多謝你哋，多謝你哋呀，同埋喺呢一個即係難關嘅過程有你哋嘅支持，真係幫到好多手，謝謝大家嘅支持。都係嗰句都係幫我哋訂閱啦，贊好分享啦，都係介紹俾朋友睇啦。係啊，係啊。咁亦都支持佢哋嘅 channel。你哋我今日咧會將你哋自然作樂啊，同埋你哋應該係心靈巡遊啊、登台啊，那個 YouTube 嘅 link 咧，我就擺咗喺 YouTube 下面解説嗰欄嗰度，就擺咗㗎。咁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嚇。多謝支持，咁好啊，咁喺呢一度我哋又唱首歌啊，好嘛？好啦，咁我哋去到節目嘅尾聲，咁我哋就將呢首歌就送俾大家啦。尾聲啊，尾聲就唱呢只啦，係啦，係咪啊？唱咗未㗎？未唱呢只係啦，呢只又係你嘅歌啦。係啦，係啊。我未 plug 嘅。係啦，就嚟會發行嘅歌。係啦，而家錄緊音，咁喺呢一度大家可以率先聽下 live。係啦。咁呢一隻歌係小妹寫的歌詞曲，Tony 哥哥編曲的《獨愛難過》送給大家。你留給我那一份禮物，写满了属于我们的未来，故事里有你还有我，一直幸福到白首，没有预计你的离开，让我一个人去承受。我梦见你一脸无奈，你温柔的泪留在我心中，我想要靠近你一点，你突然消失在眼前，请你回来，不要留下我一个人沉睡，一个人悲伤醒来，请不要离开我，你知道我爱你有多深，让我苦苦的等，等待一个不存在的人，期待你留在我梦里，梦醒以后独爱难过，剩下我一个人，冷冷的一个人，独自难过。我梦见你拥抱着我，你轻轻地说永远爱着我，在你的眼里看到我，此时此刻永远停留，我需要你，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沉睡，我害怕悲伤醒来，请不要离开我，生命中有你是最美丽，你是我的空气，我心痛得已不能呼吸，我和你像个天与地，听我唱着独爱难过，剩下我一个人，一个人，冷冷的一个人，一个人，一直在等。请不要离开我，生命中有你是最美丽，你是我的空气，我心痛得已不能呼吸，剩下我一个人，一个人，冷冷的一个人，一个人，不要离开我，你知道我爱你有多深，可我苦苦的等，等待一个已不存在的人，我和你像个天与地，听我唱着独爱难过，剩下我一个人，一个人，冷冷的一个人，独自难过。一直在等，系啦，一首《独爱难过》，你嘅歌曲系啊，你嘅曲词，咁啊，小弟嘅编曲系啦，咁啊，希望好快好快呢首歌咧就可以喺各大媒体可以睇听到啦，系啦，咁我哋都密锣紧鼓啊，咁系嚟紧噶啦，咁啊，希望咧好快就可以送俾大家睇，咁亦都今日咧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看呢個 TV Channel 嘅今日嘅自由唱歌，多謝你啊！係啊，每一次咧去到最尾聲嘅時候咧，就係我唔夠喉嘅時候嘅。但係咧，大家咧都即係唔緊要嘅。我相信咧，我哋會好快又同大家見面嘅，因為阿 Tony 都成日過我個自然作樂嗰度咧，就喺度做一啲原創音樂啊，希望做一啲432Hz 嘅音樂俾大家。係喎，今日唔記得同大家講，今日所有嘅tuning 都係432Hz。係啊，大家咧聽多啲432Hz 嘅音樂咧，身心靈咧都好平衡嘅，可以咁啊。再一次多謝 Tony 邀請我上嚟呢個天台音樂場。咁我亦都喺同大家拜拜之前咧，咁啊多謝實質支持我哋阿 Clement 係啦 ，Betty、Betty、Ricky 係啦，多謝你哋係啦，咁啊。希望好快好快，我哋又再喺呢度再唱過，好嘛？好快啊！你請我就嚟。嗱，跟住其實。